同埋呢邊咧有好多又特別又靚嘅餐廳，你有冇好推介啊？之前咧我就去過一間咧好復古嘅 cafe， 我依家帶你去試下。好啊。店門嘅外觀充滿懷舊感，即刻影張相先。而室内的餐桌就选用了简洁的木质桌椅，这张半圆木桌够晒特别啊，配合墙上泛黄的复古海报，令人有一种置身在旧时代的感觉。看看有什么美食先。坐在窗边慢慢叹，再叫个饭后甜品。啱晒周末同朋友过嚟轻松一下。